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到云大站的 LensMe， 一起跟着浩欣去买矿啦 ，Go！全部都已经写晒中文，大家嚟就唔使担心啦。我唔知道呢一间系边个唔同。好，而家咧我就嚟咗韩国嘅 LensMe 啦。咁我咧而家喺卡卡度，见到佢最近做紧嘅 event 就系 One Day 嘅 Con 啦。咁然之后咧 One Plus One 就系55,000，咁咧就系以下嘅款式。咁我而家咧就嚟实体店度睇睇。主色咯，重啊、重就是呢啊，3,250，그리고3,500。네，네，你记得同我讲到数啦。已經買好了，然後用 LoPass 付錢，所以直接都已經即刻出個付款記錄了，對方港紙匯率是多少添，超方便。剛才你是買了這一款，這一款應該寫了 Best， 我之前試過下面這個牌子，我就覺得麻麻地，我現在就試下另一款看看會不會好一點。如果想知道韓國有什麼好玩好吃，記得留言告訴我們，還要記得 Like、Share 和 Subscribe 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